他没能忘记长安的那个上元夜，一整条街的人都跟着那个胡旋舞姬旋转，仿佛那个夜晚永远不会结束，仿佛明天也不会有烦恼到来。那是他看过关于快乐最具体的画面。他是怎么来到长安的呢？那一路的漫漫黄沙、驼铃和日落，是不是也因为他而快乐过？也许今后还有许许多多个上元夜，但他会一直跳下去吗？应该与更多的人更长久的相逢，把他留在这里，他是不是就可以一直跳下去了？关于快乐的记忆也不再只是记忆。纸彩里的故人，今生可会再见？